臣妾叩见王后娘娘。王后和贵妃在这雨夜怎么有如此雅兴啊？连下大雨，观不了月，也赏不了花，只有随运而来了。怎么办啊？王后又要百般刁难我了。你怕什么？大王就在你身边，他们奈何不了你。过来陪姑一同欣赏妲己的舞姿，此舞乃天上奇观，人间少有啊。大王所指是舞还是人呢？这都是，都是。大王此话不妥，如果两样都是，那就两样都不是了。王后所言极是，小女确实是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小女是大王用八抬大轿千里迢迢从冀州抬来的。说得好，爱妃说得好，你就是姑心头上的一块肉啊。大王，想当初我给你跳舞的时候，你什么舞没见过呀？姑怎么忘了，贵妃也是舞中之花。过来，同妲己共舞一曲，让姑欣赏。这叫什么舞啊？贵妃娘真好，爱妃跳得好啊。大王，请听臣妾一言，似妲己这样的妖女将是大王倾家丧国的祸害，大王你不要再沉迷于她了。哼，扫兴，下去。大王，
臣妾以后不敢再跳舞了。为何？王后已经责怪了，说歌舞乃败家丧国之物。不用理他，故择日立你为后。娘娘，你坐。嗯，你要是想画画，我去给你取笔来。啊，展君。啊，我现在不想画，你不要去忙了，来，过来坐一会儿吧。啊，来，坐着。嗯，你看把你给热的。展君，怎么样？到了我这以后还习惯吗？习惯，非常习惯。娘娘，你对我真好，明明知道我是王后的人，却从来没有把我当外人、下人看。嗯，就拿昨天晚上的事来说吧，王后和杨贵妃明明就是故意来整娘娘的，可是没想到你笑什么？杨贵妃自己摔了个大跟头啊。那个什么杨贵妃啊，居然和我家小姐比武，她也不看看。我们家小姐精通音律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只是比个舞而已，鼻子都气歪了，笑死我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昨天晚上那个样子呢。不过啊，你厉害起来的时候还真是……玉容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我真的好像记不起来了？啊，不会吧，小姐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跟我娘似的，健忘了？这些日子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，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我？这就是你朝思暮想的爱人，这就是你铭心刻骨的爱情吗？这个男人口口声声说爱你，可是当初不是他狠心弃你于不顾，你何苦有今日任人欺凌啊？你还跟他走吗？你还有勇气把自己托付给他吗？贵妃。是个孩子，想想我们以前在冀州城的时候，也常常去郊外捉蝴蝶的。那个时候的日子真的过得很开心，可能这一辈子我再也回不去了。娘娘，奴婢看你的舞姿真是大开眼界，昨晚你跳得太好了。可能是喝了点酒的关系吧。说来也怪，娘娘跳舞的时候我的琴好像……怎么了？娘娘，我怕。傻瓜，你怕什么？是怕王后。娘娘，实话跟你说吧，王后就是让我来看着你的，找你的过错，她好行中宫大法，轻者逐出宫门，重者就赐你自缢。娘娘，你要小心啊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一个弱女子在这深宫里面初来乍到，无依无靠，那我以后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在这深宫大院里面初来乍到，无依无靠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展君，娘娘，我怎么办？谁说你无依无靠啊？有大王疼爱你不就够了吗？再说了，大王说要废掉江后，立你为后啊。不不不，展君，娘娘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！这只不过是大王说的气话而已啊！娘娘，不管是不是气话，这说明大王动了这个念头。你要是当了王后，你还怕什么呀？再说，还有我和玉容陪着你呢。可是我是在这儿待不长了。啊？为什么，展君？为什么呀？娘娘，我从来没有在王后那说过你一点过错，恐怕是要再换人来了。展君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，你的事情就让大王替你做主吧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看来得让他见识一下我狐狸精的厉害。老兄啊，子牙不才又让你损失钱财了，这酒馆我是开不下去了。此话不提。今天呢，老夫请贤弟出来就是想散散心。你看看我这后花园怎么样啊？不错呀。老兄，此处临街，为何不盖一栋房子，能大派用场？哎，老夫本有此意，可惜啊，只是无人监工啊。嗨，小弟正有闲暇，可待兄长监工。哎，是吗？嗯，嘿嘿，那就依老弟之言。好。纣王想废姜后，立我为正宫。好，这倒是一个掌握后宫、操纵纣王、独揽天下的好机会。你可如此，小妖领命。好，宫中规矩你已经逐渐知晓了。为了不让苏妲己再闹出什么乱子，坏我们大事，从今天起，你可以在白日里也附体一趟了。我要让这殷商天下来个天翻地覆。让他们看看是姜子牙行还是我申公豹行。娘娘，王后找我。我知道，又是问我的事吧。娘娘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展君，在这个宫里面，除了玉容跟我最亲之外，我可真的没有再信赖的人了。娘娘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人家千方百计地寻尽娘娘把柄，想用中宫大法置娘娘于死地，你也应该反击才是啊。反击？拿什么反？怎么反？昨日娘娘不是说自己无依无靠吗？奴婢看，娘娘可以在朝中找一个得力的帮手。帮手？举荐娘娘进宫的上大夫费仲大人足智多谋，又是大王最宠信的大臣。奴婢听说你还和他沾亲呢。找他帮忙，他一定不会推辞。沾亲？沾什么亲啊？姐姐难道忘了，就是你母亲姐姐的丈夫，你叫一丈啊。啊，原来是一丈啊，你说的就是他呀。嗯，姐姐，你记起来了，就是费大人见你进宫的。
他说的费大人应该就是费仲了。对了，我可以利用大王对我的宠信，再加上一个趋于权贵的仪仗，你们想害我，我就先下手为强。神听我发旨，你们给我看着那个老头，等他的房子一建好，立刻给我烧掉。明旨。下去吧。以上天下将掌握在我申公豹的手里。姜子牙，你要往东我偏往西，我要让你无论大事小事都干不成，看你如何向师父交代。展娟拜见王后娘娘。是苏妲己派你来的吧？苏妲己请王后娘娘赏月。赏月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代王去吗？回娘娘，代王不去，西宫皇娘娘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回话，说哀家这就过去。是。臣妾给王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这安不安的话就免了吧。臣妾还以为娘娘上次因为生了臣妾的气，今日赏月你不来了呢。怎么会啊，这又不是破坏朝纲的为乱之事，这赏月我能不来吗？挺有心的嘛，倒是有不少本宫喜欢吃的。其实臣妾也不知道，都是问了代王以后才知晓的。代王？对啊，要不是代王钦点的，臣妾怎么会准备得如此丰盛呢？王后娘娘，苏妲己，看来你是和从前不大一样了，本宫开始有点喜欢你了。我是和从前不一样，我会让你喜欢到死。我的纱巾，我的纱巾，我的纱巾啊啊！记不清楚了，爱妃，他
太医，怎么回事？回禀大王，娘娘失足跌落，怕是受了重伤，失去记忆，脑乃人体血肉之躯，只怕是……医不好爱妃，当心你脑袋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就上梁了啊！再过来，拿过来啊！哎，好，可真快呀！不仅快，你看看，而且质量也好啊！宫女呐，没有一个偷懒的。你净给人家双倍工钱，要我也不偷懒呢。钱是多了点，可是快呀！什么时候上梁啊？就在今夜。怎么样？比昨天见好。有无大碍？大王恕罪，娘娘并无大碍，只是会暂时忘记一些事情，以后会想起来的。没用的东西，滚！爱妃。大王。昨晚你让顾王担惊受怕了一夜。大王，臣妾在宫中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可以嫌弃臣妾。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疼还疼不够呢。竟敢前来烧毁民宅，他们前来送死。上仙饶命啊，上仙饶命，可怜我等修行数百年，本来我们不想干这些缺德事儿的，是申道长让我们这样做的。胡作非为，这绝非大业正途。你母哥若想活命的话，日后不许再骚扰万民，替我差遣。我们要活命，我们要修成正果，求上仙指出明路。你们要听好，你们立即给我离开朝歌，返回西岐山，替我日后差遣。遵命。着火了！快着火了！快着火了！子牙。哎呀，刚才咔嚓一声雷响，就把这个房子给点着了。哎呦，瞧你那得意的样，刚才是你把火给灭了呀？你派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仆人，快快找把梯子上楼顶上看看去。来，跟我走。哎，怎么样了？不碍事，只是烧了一层皮，还可以用。贤弟啊，你的道法还真深呐，还能灭火。空有灵音志，无处展身手。哎，这谁说的？我这栋房子就是给你的，你想干什么用就干什么用。哎呀，你瞧他能干什么呀？我自有妙用。找到了。侯爷，大公子找到了。啊，在哪儿找到的？是南伯侯差人送来的，已经脏得不成样子。南伯侯分辨不出是不是大公子，就差人把他送来让我们看一下，没想到正是大公子。侯爷，是否让他过来一起用膳呀？不行，饿他三天，叫他在祖宗牌位上反省。是。肃静，赶紧吃饭。
不愿意跟我走，他贪恋皇宫里面的荣华富贵，他把从前的一切都忘了，别难过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总有一天，连纣王的江山都是我们的。听御医说，苏妲己已无大碍。奇怪，从那么高的楼台上跌下来，竟然没事。你不觉得这些事有点奇怪吗？一条纱巾，让侍女捡起来就是了。就算是代王送的，也不至于。你是说，他险些丧命，是为了博得代王的宠爱？不可能啊。说是为了陷害我们吧，也不像。我明明听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赏月，似乎把我们都忘了。这个妲己真是难以琢磨。哎，要不我们去寿仙宫探望一下。也好，叫上杨贵妃去探听一下虚实。弄疼你了吧？很疼吗？来，起来走走。慢一点。别着急，慢慢来啊。一步一步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不是装的啊？是不是装的？不是的。是不是装的？真的不是。是不是舍不得姑离开你？姑也舍不得你啊。这样吧，来日姑临朝里正，你就在姑的左右，姑一刻都不让你离开，好不好？代王又在说笑话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伴君礼朝的人应该是王后才是啊，怎么会是臣妾呢？怎么样，代王，又被臣妾问到了吧？啊，臣妾该死，不该如此放肆。代王，王后、皇娘娘还有杨贵妃觐见。姑现在心烦，不见。代王，臣妾刚刚惹代王生气了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可是王后娘娘他们来，恐怕是来看臣妾的。如若不见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有姑在。怕臣妾犯的是天大的错误，代王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想理臣妾了。姑生谁的气，也不会生你的气的。爱妃说的有理。来啊，宣。进去之后，没我的吩咐，切不可多言。你们附和就是了。是。给代王请安。免礼，走起来吧。谢代王。
臣妾叩见王后娘娘。哎呀，快请起。看你们姐妹和睦相处，孤王高兴，很高兴啊。妲己妹妹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哦，昨天赏月，你真不应该一个人站在那么高的观月楼上。如果我们姐妹在一起的话，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好你个江王后，我就知道你今天来没安什么好心。谢谢各位姐姐关心，不过我刚刚好像突然想起了点什么，就在我刚刚摔下楼的那一刻，我记得好像王后姐姐就在我的身后，如果你当时能拉我一把的话，可能我就不会摔下楼了，大王也就不会那么担心了。你说王后就在你的身后？嗯。大王，我哼，昨天妲己告诉我要约你们一块赏月，故甚为欣慰，亲为国礼。你们倒好，见死不救，是何居心？臣妾不敢。不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妲己入宫以来，你处处刁难，身居中宫，不思贤德，争风吃醋，败坏宫闱。大王息怒，昨日我们确实是与妲己妹妹一起赏月，但是只知道妲己妹妹是因为一条丝巾坠楼，详情并未亲眼看到。大王，我见妲己为抓一条丝巾一跃而下，此事与王后娘娘无关。闭嘴！照你这么说，孤王爱妃是自寻短见坠楼的。大王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不应该提起昨晚之事，而且还连累了众位姐姐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孤王不想见到你们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客官，请你们留步，听老夫说上一句。本馆今日新章，特请了在昆仑山修行了40年的子牙先生坐堂。他是能算天算地算时运，算事算财算婚姻啊！人生有难可免，家中有妖可捉呀、啊！他是能够前世、现世、来世一块算啊！什么都能算啊！各位客官，不妨前往一试啊！来来啊！那要算不准怎么办？是啊，对啊，主任啊，走不起来，不准，走走走走，快！你就是那算命的，来，给我算一卦。尊姓大名？切，哎，你不是算命的吗？这也问我？好一个惹不起！哟，你还知道我叫惹不起啊？厉害！分明是刚才有人在大门口叫你的大名，你这也叫算命啊？抽个签吧。哼，嘿嘿嘿，老头，那你就给我算算，我门外那捆柴火能卖多少钱？哎，我可是有言在先啊，
你要是算得准，我照价付钱；你要是算不准，我分文不付，而且我还要砸了你的桌子，打你八拳，踢你八脚，省得你在这儿招摇撞骗。可以，我也有言在先，你得照着我的话去做才行。那当然。出门往南走，池塘边遇老叟，得钱两刀半，四碟点心两碗酒，就这个。嗯。老头，不准不准！我告诉你，我砍柴十几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请我喝过酒、吃过点心。嘿嘿，你这张桌子就等着让我劈了当柴火卖吧。哼！乡亲们，谁也不许走。给我盯着他，我速去速回，省得他到时候耍赖。上来。哎，子牙贤弟，这没关系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一定会回来向我道谢的。行了，别吹了。算命的就靠一张嘴，当差的要跑断两条腿。哼，你给我算一算。今天我都干什么了？讨债。嘿嘿，行啊。多少？一共103刀。什么？哟，103刀钱。官爷尽管去讨就是了。好，回头见。哼，这既没有池塘，也没有老叟。行，我依着他，一直往南走。呀，他见到池塘了。哼，没有老叟也是他输。卖柴的，卖柴的，哟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哎，你这柴怎么卖呀？我这柴啊，明码实价，2刀，2刀，这柴砍也砍得好，捆也捆得大。哎，我买，我买了，我买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走，走。哦，哎，谢谢你啊！不用谢，这柴火放哪儿啊？放火房门口。哦好。没事没事。好了好了。哎呀。哎，今日是我小孙子周岁生日，遇到你才幸好没被蛇伤着。啊，你稍后，我给你拿钱去。啊，哎，四碟点心，有酒，不是两碗酒吗？
是两碗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两刀呢是柴钱，你拿着，这半刀是小孙子的喜钱。啊！哎呀，活神仙呐！活神仙，活神仙呐！谁是